家唔好以為今次嘅區選係區選，並唔係區區嘅小意思。呢個係環球性，全世界都關注，遠至倫敦、華盛頓都睇。點解？因為剛才咧就嚟咗三批鬼佬，第一批就著西裝嘅，嚟恭喜我嘅博士學位名銜係被取消。遠至八千幾公里以外嘅英國，竟然可以打破一貫嘅常規嚟呢一度。講啲蛙虎落井下石嘅說話，原因係咩啊？過去五個半月打破我哋香港人嘅寧靜，因為就係要奪權，呢個係佢哋顏色革命裏面要攞到嘅目的。我哋一定予以否決，好唔好？